他说的每一件故事，都是曾经发生过，没有任何添油加醋，没有任何渲染和捏造。好像十年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为了他今天的故事准备的。即便我们怀疑他说的是假话，也找不出任何捏造的痕迹。连我都觉得，保定的事情不是我的计划。 是欧阳大满的计划，这么短时间编造出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，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？是啊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察到，他把故事说完之后，突然像傻了一样。哦，他样子很奇怪，他在想什么呢？ 你好，德利药行啊，是我呀。把门关上。哎，是我。你在哪里？好，我在药行等你，一会儿见。 金哲，吃饭了啊！哎，演出结束了，你别在那装模作样了，快点起来吃饭。 是哪块露出了马脚，被老板抓住了吧？你不说话什么意思啊？对我也隐瞒啊？金哲，咱俩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彼此得相互信任。你要有什么烦心事儿、闹心事儿，你得说出来呀。你这憋着不说，你让我怎么配合你？ 我们在天津破获了一个国民党地下情报组织，抓获了一个叫飞鹰的人。这是从他家里搜出来的。飞鹰曾经是军校的训导主任，圣战后奉命在天津潜伏。这不是赵金哲吗？您再看这个，他是谁？他叫柳青，曾经是十二班的教官。据飞鹰交代。 柳青是共产党，而且是奉命地区的重要负责人。这柳青是赵金哲的教官？不仅如此，他还是赵金哲的救命恩人。哼，要是这样的话，这还真是个有趣的故事。 丁哲，丁哲，顾云。
我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一下，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你不要找我，不要声张，好好睡觉。如果我天亮之前还没回来，就有可能出事儿了。你也不要继续再待在城里，去找柳教官，他会安排你以后的工作。地址我附在后面了，月后即回。谢谢。 爱你的敬哲。据我们得到情报，五里铺很可能是共产党在枫林地区的一个卧点。我们已经调查多日，现在还没得出什么结果来。飞鹰被抓捕的消息。 估计很快就会传到枫林地区，所以我们撒网得快，否则的话，共产党人就销声匿迹了。没错，在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之前，打这个措手不及。那赵京哲怎么办？如果他们俩真有点关系的话，这个赵京哲还真有点利用价值。 赵京哲娓娓得利，编出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故事，将嫣然、袁善、唐北、欧阳大满全部包括其中，连他自己都相信这个故事可以瞒得住任何人。可他忽略了一个人，一个完全可以作为故事主角出现的人，那就是他的妹妹赵小雪。 干什么呀？下去！你跟我走。 地方啊，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嫣然。
要知道我能够救你，同样也能宰了你。有件事我问你，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。我肯定老实回答。你就是要我的五脏六腑，我都给你。你什么时候到的保定？这一晃都十多年了，哪月哪日谁记得呀？反正就是十八团攻打清风岭的时候，欧阳大满那个畜生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炸跑了，我没办法，才背井离乡的。你离开风岭以后就一直在保定吗？嗯。我妹妹呢？她什么时候陪妹到妓院的？10月13号的黄昏吧。我说一件事儿，你可别生气啊。我听说他是被养父玩腻了，卖到妓院的。10月13号，也就是说，你碰到他之后，第二天就来找我了。袁善呢？你什么时候见到的袁善？是在遇到我妹妹之前还是之后？之前。之前？肯定是之前。我那天身体不是不舒服吗？没办法接客。他来家找的我，他跟我说新来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像你妹妹，让我过去辨认一下。我过去一看，还真是小雪。再后来，他找了一辆车把我送到清风岭。哦，十一军的事儿也是他跟我说的。你们两个见了面以后说什么了吗？他也没说什么，就说想回家。明白了，谢谢。哎。你去哪儿啊？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你后面打算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回老地方。你觉得你还能回春门楼吗？我凭什么不能回啊？日本人是你杀的，也不是我杀的。对呀，这日本人是我杀的，也不是你杀的。这什么时候传出去了？会长不就当不成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杀我灭口啊！你的前夫就是我的大哥独眼老三，也被日本人打死了。但是我不能死，我得活着。我得活着给我的大哥报仇，给我死去的十一军兄弟报仇，还有给所有死去的中国人报仇。你别杀我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我不想杀你，但如果你不死，我就得死。队长，你别杀我，我求你别杀我。我承认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我也是中国人，我从来没有陪过日本人。你别杀我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守口如瓶，我不想死。谁？赵金卓，是你啊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盯你半天了，我从风岭城一路跟你过来，本来想除掉你。知道，春满楼那次就是你吧？啊，他娘的，一下子打掉20多发子弹，那10个汉奸都死于非命了。外面说，赵金哲，你不够朋友，这么大的事儿连我你都瞒着。什么事儿？你别装了。我亲眼看着你杀了3个日本人，而且刚才你跟嫣然的对话我都听见了。我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说。好，那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。但是，你们这些走偏门的心肠不能软，你不杀他灭口，你过不了日本人那关。他也是个可怜人。听着吧。你要是还信得过我，把他交给我吧。不行，我信不过十一军的人。你怀疑十一军有内奸？不是怀疑，是肯定，否则就不会出现程家庄的血案了。你不会认为我是内奸吧？
如果我是内奸，我完全可以把日本人一起带来，我跟你照什么面？你不许把他带回十一军去。明白。他不能留在枫林城。有多远，走多远。有多远，走多远。谢谢了，兄弟。警察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内奸，请赵会长来。嗨，如果我天亮之前还没回来，就是有可能出事儿了。你也不要继续待在城里，去找刘教官。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我跟你没完。谁啊？夫人，小野队长来了，要见赵会长。哦，知道了，稍等一下。晚了，小野太君，你们这是有事？赵夫人，赵会长呢？要不生病了，折腾半夜，这刚睡，什么事儿啊？宫本大佐请赵会长马上过去，说有重要的事儿商量。呀，你看看，这金哲生病了，这去不了呀。你要不然跟小野太君说一声，让他明天再去呗。太君。您看，赵会长，你说给我。小野太君，你看这赶得多不巧呀！金哲生病太严重了，你这样吧，我让他明天一大早就去。赵会长要命去了，把赵会长请出来。大佐让你去一趟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对不起，我这就去换衣服啊，稍等片刻，稍等片刻。宫本先生，赵会长怎么姗姗来迟啊？昨天晚上着了凉，感冒了。请坐吧。哎，您找我有事儿吗？三个帝国的士兵被杀了。皇军被杀了？在什么地方？三个小时之前，凶手杀了人，还抢走了摩托车。赵会长对枫岭一带十分的熟悉，此事还要请你来侦办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那好，三天为限。三天。救命恩人，有趣啊！的确是个有趣的故事。起来。什么事？老板，宫本大佐请您去一趟。我们查到了，
被劫走的这个妓女叫嫣然。嫣然，我们在西郊大约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那辆被劫走的摩托车，已经掉下了悬崖，现在正在派人查找有没有尸体。赵会长呢？有没有请赵会长来？请了，他当时正在睡觉，看来凶手不是他。凶手究竟是谁？只有找到那个妓女才能知道。去哪儿了？我问你去哪儿了，你别跟我打哑谜。赵惊蛰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咱俩是一个整体，干的是同一件事儿。我不信这只是一个巧合。说什么呢？上床。你先回答我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先上床，上床我告诉你。我有权利知道你去哪儿了，快说。三个日本人是我杀的，嫣然是我劫的。你又劫嫣然干嘛？我得弄清楚一件事儿。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事儿。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你跟我你还保密啊？赶紧上床，着凉了。不知道，邓队长，什么时候得到情报的？我们也没得到任何情报啊，就是听到这门枪响，我们就赶过来了。赶到这儿，那前后还不到15分钟呢，这敌人就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，就完成了这次行动。是，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这还真成神不知鬼不觉了。会不会是我们的联络站帮我？我们私下找找，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。媳妇儿，嗯，你经常跟小雪聊天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？随便问问。嗯，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聊过几次。都聊些什么？十年风雨啊，爱恨情仇，悲欢离合，想到哪儿聊到哪儿。哎，他有没有说过是怎么被卖到妓院去的？有啊。怎么说的？你让我想想啊。我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，她看上去长得慈眉善目的，一点都不像坏人。我说我是风岭人，他说他刚好要去风岭探亲，说要把我送回来。我满心欢喜的，我以为我遇到了贵人，可是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了保定之后，就把我卖到了一家妓院里。是被一个中年妇女送过去的。嗯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你干嘛？我听说他是被养父玩腻了，买到妓院。怎么了？嗯？怎么了？一点线索都找不到。刘正满，这从现场找到子弹壳，从这子弹壳来看，也都是一些杂七杂八武器啊。这些武器是一军18团，那包括咱们都有啊，也不像一支什么特殊部队。会不会是
如果土匪干的，不可能。如果说是土匪进入封城地区，我们的情报站不会得不到线索，这真就邪门了。我们先不管他是什么部队，奇怪的是，他们为什么偏偏针对的是五里铺？究竟是偶然，还是另有目的？你怀疑赵小雪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先别激动。不是，你怎么会怀疑小雪呢？先别急，我也不想怀疑她。她是我亲妹妹，我们俩的感情多好，你是知道的。可是这十年来，小雪去了哪儿，跟什么样的人接触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，保定之行就是山口组织的一个计划，而小雪恰恰是这个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事情要是换做你，你怎么想？我不相信。我也不相信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这是一个巧合。可是嫣然说小雪是被她的继父卖到妓院的，而小雪自己又说她是被一个中年的妇女卖到妓院的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还有袁善，袁善十年前只是槐树庄的一个土财主，他怎么可能认识小雪呢？啊，小雪刚刚被抓进妓院一天，他就发现了，这不可能。他应该认不出小雪的样子。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切都是事先编排好的。嫣然、贾宫本、袁善，甚至包括小雪，这一切都像是编好的一个故事。而在这个故事里，我一直是一个被人牵着走的蠢驴，我没有了思想，没有了意志，甚至没有了选择的权利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其自然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干了，我要带小雪离开房里，我们一起走，要多远走多远。你是选择逃避吗？对，就是逃避。就算是巧合也好，其他什么狗屁原因都罢，只要她现在是小雪，我就要带她走。我希望她幸福快乐的成长，这是对我爹娘最大的安慰。那我们的工作呢？我们的任务呢？我们现在已经查到得力药行了，让柳教官派其他的人继续跟进就是了。如果小雪是山口组织的人，你也带她走吗？我不管她是什么人，我不管她以前做过什么事儿，我要带她走。听着，别说，这是我的决定，最后的决定。那天还好好的呢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小雪啊，我觉得你不适合留在部队里，我还是想办法送你离开吧。啊，伯伯，你要把我送走？为什么呀？咱们跟日本人的较量刚刚开始，条件会越来越艰苦，那枪林弹雨、出生入死是家常便饭。这样的生活不适合你。欧阳伯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出息啊？那我以后不哭了行吗？我以后不哭了，你别送我走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送我走。没人说你没出息，小雪，我是真的怕你有什么闪失，要是那样我没办法跟你爹妈交代。你看你哥哥赵经哲已经无药可救了，如果你再有，我觉得你应该去一个安定的地方，有一个好的工作，有个幸福的家庭，你说呢？
伯伯，现在全中国的人都在抗战，我也不想逃避。我相信，如果我父母还在的话，一定会支持我的。欧阳伯伯，我不想离开你们，你别让我走，我求求你了。我以后不哭了还不行吗？我答应你。王哥，你找我。坐下。是。你在五里铺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人不是柳老板吗？认识。不认识。听说他好像是做棉花生意的。他经常去五里铺吗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你连大米饭都白吃了。旁边那个呢？旁边这个不是赵会长吗？当然认识了。废话，认识赵会长的不止你一个。我是说，他是不是也经常在五里铺出现？没有，我一次都没见过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好好照顾我的孩子。段总，老铁，你找两个可靠的人，把小雪姑娘送走，她不适合留在十八道。段总，您是不是觉察到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觉察到，我也不想觉察。段总。把他送到哪儿了？随便送的，只要别留在我眼皮底下。恕我直言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我也有同感。不过，我们都只是猜测，万一猜错了呢？是那小子吧？他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没有急事，他不敢到这儿来。哎，我肚子不舒服。别在这烦我！撤！欧阳伯伯，你用这种方法找我，有急事啊？有，我来带小雪走。带小雪？嗯。带她回家？不回家，带她离开房里。为什么？您不是也不希望他在您身边吗？你偷听我和老铁的谈话。我耳朵一向好使。这没人啊。咱们爷俩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对小雪你怎么看？和您一样。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，可我说服不了自己。就是说你知道的事情比我多。你能知道些什么？谢谢你，欧阳伯伯，您所说的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。我觉得小雪不仅仅可能是个泄密者，而且更有可能就是炸死袁山的凶手。那你还打算带他走啊？您不想伤害他，我也不想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这件事你跟柳老板商量过吗？我找不着他。这么大事你要擅自做主？我提醒你啊，你这么做后果很严重。
如果他不是我们猜测的那种人，你这是多此一举。如果他已经是我们的敌人，你是在暴露自己。可是如果不让他走，他很有可能就是放在你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。炸弹炸死的是我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曾经是一名，不，你现在仍然是一名军人，所以你应该知道军人的职责。回到你的岗位上，不要让你爹妈失望，也不要让我失望。静哲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正在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第二次啊？我承认我又冲动了，可我心里憋得慌，教官。所以你更需要冷静，不管事情是怎么样的都必须要冷静。我怎么冷静？那是我亲妹妹。你的心越乱就越可能冲动，而冲动则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风险。你刚才上清风岭是不是想带小雪远走高飞，离开风岭啊？你以为只有风岭是抗日战场，其他的都是世外桃源吗？警察，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，如果你的妹妹小雪是山口组织成员，是日本特务的话，你这么做只能是暴露你自己。别说你未必能够带走小雪，就算小雪愿意跟你走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她都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冷静冷静。还有，山口组织无孔不入，无处不在，如果今天的事情让山口组织给捕捉到了，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将会从头再来。那就可以说，在这次和山口组织的较量中，我们依然是一个失败者。警察，你爱你的妹妹，总觉得对不起她，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你知道你的安全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吗？对了，还有个情况要告诉你。什么？你记下来那些数字代码，我们的灭码专家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和比对，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线索链条，但是其中有一组数字是他们曾经碰触到的，我们已经移出来了。什么？蜻蜓。蜻蜓？对。什么意思呢？蜻蜓是我们截获的电报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我们的同志推断，这个蜻蜓有可能是一个人的代号，也有可能是一个组织的代号。魏老板就是蜻蜓？不会，如果魏老板本人是蜻蜓的话，不可能在谈话的内容里提及到自己的代号，蜻蜓应该是另有其人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小雪真的跟山口组织有关系，结果会怎样？赵景哲，你现在就有了这种心理负担，还怎么继续调查下去？这样吧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同意你退出，你先到刘庄去，我会派人把顾毅接出来的，让你们在刘庄会合。至于你提出的事情，我这样告诉你，视情况而定。我不会退出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们大家谁都不想伤害你和你妹妹的亲情，可问题是……你不要说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五里铺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静哲呢？静哲有事出去了。美然丢了。什么？
上的黑夜，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接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黑夜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接近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